2024大明宫上元皇宫灯会，一组一组彩灯布置在大明宫御道广场上。御道广场在丹凤门的北侧，这个广场很大，现在还没放假，来看灯展的人不是很多。唐三彩镶金牛角玛瑙杯，这些都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文物，都被做成了彩灯。唐朝的文物五马衔杯银壶也做成了彩灯。巨型龙彩灯有30层楼那么高，这组巨型龙彩灯的名字叫龙舞盛唐。每一组大型彩灯前都是一个舞台，上彩灯看演出，这是大明宫灯会的一个特色，在彩灯前等着看演出。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，我便已不必莲花清风。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舞台，大唐偃月的彩灯。反映丝路沿线国家风情的彩灯，宝钉彩灯，彩灯上有4条龙，一座座唐诗彩灯。御道广场北侧是灯会的出口，再往北就是含元殿。